各位哥哥姐姐，今天要讲这个啊，日本拿冠军的切利啊，你看它的包装跟不一样啊，这个牌子是真是拿冠军啊，它是什么品种？它是佐藤井，它是切利界里面的 top of the top， 就是日本这个切利。日本切利有很多种的，如果大家最看它的品种啊，好像有这些名字啊，还有这些名字啊，红秀峰，来看一下它的差别。哇喽，来看到这个字吗？请。哇喽，看到这个字就知道非凡了哈。非凡。它每一颗水果排在礼盒上都是很晶莹剔透，非常美，非常漂亮的哦。再来看看这个红秀峰的。这个红秀峰呢，它就是特选机。那在切利哦，他们没有做那个糖测啊，特选就是手工筛选出来的意思咯。然后这么小粒呢，肯定没有做糖测，它不像水蜜桃啊、苹果那种这样子的。所以如果它很难送去糖测，因为它是在那个表，然后送去 machine 这样子 check 那个 sensor 的。然后再来就是普通的包装。对对对，然后这些我们就不多说了，我们今天的主角要是它。好。哇，开个不一样哦，老诶。这个这一盒啊，它是有两层啊 ，two layer 的，看到下面那一层嘛，你拿啊，它就是这样子咯，啊，就是两，它就是两层这样子的。哇，看它的汁都不一样啊，新鲜呢，绿绿的，哇，你咬一半看呢，很 Q 哎，很 Q 哎，它是短又短又的。它果肉是白色的，因为它这个切利哦，它是没有基因改良啊。因为现在我们美国的像这种的哦，硬硬的，就是改良我们现代人喜欢吃的口感。这种切利呢，就是红色肉的，然后这个白色，刚才讲白色切利狗会比较来个高贵一点哦。它是原始，它不能再原始，百多两百年前的东西它的味道跟平时切利有什么不一样哦？它特别的 juicy 的，它是真的是很 juicy， 因为平时这些哦，它是比较硬的嘛，比较适合我们的嘛。然后这个呢就比较传统，然后它味道是很 QQ 的。它是 QQ， 好像 Jelly 这样 QQ 这样子，叉比叉比这样，哦，它很香，它很甜。它真的是只给一次，这一盒东西啊，在日本啊，售价真的是2000块的水果一盒这样子，一盒2000块。因为它是真的是非常的优秀。一盒2000块的水果，现在竟然呢、啊，可以给你在新的水果体验到。今天的分享就讲到这里喽，拜拜。拜拜。